我是金秘书的姐姐金希儿。没错，我是金秘书的姐姐金希儿。我只说一次，明早我亲自会给大家一个声明，不要再来医院打扰我妈妈，现在都给我滚出医院。请你几个睡觉好不好？安静！他怎么来了？是啊，怎么是他呀？怎么走？这里是医院，我已经给各位的报社都寄了律师函过去，请你们删除今天的素材，以后也不要再来这里打扰他们了。你以为大公司就能为所欲为吗？请你们停止曝光与侵犯他人隐私。